太近了。这边是，好，吓疯了都。哎呦！哇！真拼啊！改你的嘴了。真美啊！哦哦，哈哈哈哈，哦，那就相对还是比较松弛的，比较做自己。那这几天过得还真挺快，好像还有很多地方还想再玩，或者是没玩够。我是觉得这四天刚刚好，反而会觉得有些地方没玩开，会在我未来的记忆当中不断的去美化这段经历。如果真让我玩透了，玩明白了，玩到没得可玩了，我反而觉得这趟那挺没意思的。哪怕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你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东西，你其实你回来这都是你的经验。这趟旅行就是很幸运之旅。拜拜，咱仨临走留个影吗？我建议，别等他出影，咱走，咱搁这儿，让他们最后给咱一个惊喜。别来那个吐槽环节。对，走喽，走吧。我给你推，你就拿你的轮椅就行了。谢谢哥哥，真有哥哥样啊。来吧，咱们跟小屋道个别，告别了。来吧，再见，拜拜。请看我们仨专属旅行测评。长白山天池，有点那个万年冰川那劲头的，这还是挺神奇的。温馨提示：去长白山前要提前订票和查看天气哦。万达滑雪场，雪场设施齐全，无论是滑雪发烧友还是新手小白，都可以在皑皑白雪中尽情驰骋。雪岭景区，真美啊！登顶雪岭，可以选择与雪地精灵驯鹿亲密接触。哎呦我去！也可坐上雪圈来一场惊险刺激的冒险。也可选择马拉爬犁等一场专属雪原的奇遇。有点美。延边西市场啊，这是自己做的吧？想买伴手礼的话，延边西市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还有各种东北特色菜值得一尝。他家肉饼还是挺新鲜，哇，真好吃，特绵密，好吃，像雪似的。哎呀妈呀！
人生先要等待，京都念慈庵，我们仨精彩一会儿回来。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，京都念慈庵，我们仨精彩继续。这一站又开始了，朋友们。哎呀，这油菜花吗？这是多美啊！妈，这里太好了，壁炉，那种惬意，一切太惬意了。尔康，你看，哎，你俩这一对儿，什么有点那个，磕死我了啊！掉掉掉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！不挺越野呀、啊？这这是就这么凶险的？完了，这挺难。啊我！哎呦妈呀！哎呦我操！咋都冒烟了呢？不知道。哎，子琴。哎呦妈呀！咋给你晚上整来了？那你还化啥妆啊？那个，那我就那你直接卸了吧。我马上，我现在就准备去。我给我冲，给我冲！咋样？来了。哦。